我们今天跑来土城的爬爬客，噔噔噔。然后我们这次一样是买吃喝玩乐的套票哦。然后他现场其实也是有卖一些套票，不过还是从网站上买更便宜。奇怪，我今天讲话一直吃螺丝。我们进去吧 ，Go。是0到2岁幼童区。嗯，你们几岁啊？我们去大一点的宝宝区。3岁以上哦。我们有很大的爬来爬去的哟。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转来转去，很可爱啊。互动闯关，弹力蹦床。然后这边排队有1、2、3、4、5，要站好哦。你要对准。他这样有对成功吗？有，里面有他。哎，首先放下，再举一次，举高。好，举左手，左手举高，另外一只手。左手，对。站左边，哎，好。耶、yeah ！开始了，哇，婷婷好厉害！婷婷，小乔，你看姐姐一直在飞耶，你有看到吗？好可爱哦！婷婷，不要弄到炸弹哦！有炸弹！哎呀，婷婷，你用到炸弹了！婷婷，那一只大恐龙。走走走，走下去吧。一二。哎呀，你在球球里面的吗？好厉害哦，你看球球在飞耶，它飞很高耶，你看好酷哦。你看它会飞，这个为什么不会飞？这坏掉了吗？为什么这个会飞？好酷哦。好强哦，狂飞耶，它可以飞两颗耶。好啊，我们在里面的球会动，按住它就会动。好厉害哦。小乔，你的有飞很高吗？你也飞两颗耶。哦，这个是这样子飞的，你发现了哦，好强哦，这样好强哦，好像冰淇淋哦，很像冰淇淋耶。这个是迷宫吗？2到12岁游乐场，走。哇，这是溜滑梯耶，这个很酷哎。高的溜滑梯。高的溜滑梯是它等一下整点会开放。它现在还没开放，它整点。对，我们去溜这个，走，我们去找，走。这边是家长休息区，好酷哦。这等一下整点开放。好，我们来吧。从这边吗？是这里吗？这边上去，这里，走，我们爬爬，走，这边，对，呼呼，这里比较高哎，哇，就是这里，你看，这里，你下去吗？你下去，我先下去吗？你下去，看我们下去，好，看我的。我屁屁，我穿短裤溜不动，咻！好，咻！好，再一次你去。在这里等我们。好，在这里等你们。你们自己走过来的耶，咻！
你们还会吗？会。好，我们再去别的地方吗？你们好可爱哟、哦！呼呼，好，你先下去，这次换你先下去。咻！我们来冒险。他写严禁倒挂，就是这个不能倒挂哦，这个要小心。好，走。这边有什么？我们去吧。再上去吗？好，我们再上去，走。那边好多东西，这里好大哦。我们要先上去。你们要先上去哦。好啊。算了，我们在这里慢慢。对，就这样子。好啊。对啊，不会掉下来。这里是爸爸要低头，我不用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这个可能170哦。走。爸爸要低头。爸爸比较高啊。这里也可以上去耶。这边可以上去。走。上面阿米猫吗？一点点按米摩，这里没有按米摩。好，我盖上去了。这里很酷哎，能受得了我的重量吗？一定的、啊，你是小 baby 啊，爸爸都可以哦，爸爸承重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承重力很高哦。哦，他是在比谁比较重吗？有可能哦。你比较重哦。这是神秘的迷宫。TT， 你跑去哪里了 ？TT， 我找不到你。哎呦，哎呦！阿咪，我走过去，我走过去，等一下你。这里是神秘的迷宫。哎呦，你在哪？你为什么你在这里绕圈圈呢、啊？哎，神秘的迷宫。我想要走这边。好，我们走边边走。我出来了。上面又有那个哎、欸、吊床哎、欸，我们要上去吗？好，走。我要去找楼梯。还要找楼梯。来。好，这边先不要过去，那边在擦东西。走这边看看。走。这边是一个洞洞而已哦。那边是拳击沙包。那个单杠是什么？拉的啊，可以拉。好，你们走过去拉看看。那个是殴打的沙包。要拉着过去，你会吗？好。对，这样子。你脚没有碰到底，然后一直拉得过去。对。脚没有拉到，然后一直拉过去，很强哦。我找到地方上去了，来吧，这边。我好厉害。这边这边这里这里，提提在这里左边，走。这里不能过啊。可以啊，可以过啊。这边就可以过啊。好多沙包哦。走这边，你看就可以上去了。周周。这里是最高了，它这个还没有开放。还可以更高哎、欸！
我看哪一个？那个是床，你们一人躺一个吗？刚刚好。它是躺着睡觉的吊床。如果上面那个平台，上面哪个？这个。爸爸想要去坐那边。你看爸爸的宝座，爸爸的宝座，爸爸，爸爸爬好快哦。爸爸爬很快哎。爸爸还被人家抬走。他这样锁起来，他整点会开。透明的，你敢踩吗？你敢踩吗？你看，不能跳哦，这边不能跳。呜呜呜，球球你害怕？你看，跳，这样，你看我站着不会啊？你看我站着都没有睡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不能跳，这里不能跳哦。不能跳。哎呦，哎呦。对，这玻璃的，你看很酷哦。这强化玻璃。强化玻璃，好。你好厉害耶！就感觉你浮在半空。对，你有没有觉得你浮在半空中？就像你没有。你跟哥哥一起走。哥哥带你走捷径。好。哎呦，这个是这个，爸爸应该觉得超级的哎！你看，你看，爸爸要减肥了。哎呦！小心陷阱，好。我也不知道这下去哪里耶。刚刚那个哥哥说走这边很快，好，乔乔你先下去。你想再下去，再下去，那乔乔会不会就迷路？不会迷路啊，这本来就是迷宫。好，我陪乔乔吗？好，我们陪乔乔走，你先下去。好，陪乔乔，那等下再爬上来。好，换我下去。我很厉害的，我很厉害哦！这有两个洞哎，哇塞，天哪，这好小哦！还好我，还好妈妈很瘦，我是小 baby。哎呀，卡住了吗？没有卡住，走。到了，这是捷径，走，走。宝宝下不来了，宝宝下不来了，宝宝吓一跳，爸爸说：“我们从这边下来耶，走，我们下去吧。”爸爸没关系，我们上去。好，我们上去找爸爸吧。爸爸，宝宝在这里啊！你看，啊，下面在下面。下面是走到哪里啊？这里啊，走这边。哦，上面可以出去了哦，从那边就出去了。我们从那边就出去了，走吧。走，我提提我要走那边下去，比较快。走，弟弟，好，你看。这个是捷径，你看，这边是捷径，你看，啊，可是这个是小朋友的捷径，用跑的，很快是不是？一下就一分钟就可以去。哦，要不要跑捷径？啊？快点下去！好，走，六号厅那边，六号厅那边，好。好，过去吧。跳起来，哦！这边也是神秘的捷径。好，你要爬的。对。他们110公分，在走什么神秘的步道？蜘蛛人，这边妈妈都要弯腰了，哎，好酷哦！走，哟呼！你们走好快哦，小 baby 走好快哦，好走。这边是什么？好酷哦！
弟弟宝宝在这边哦，你坐在那里等我们啦、啊。好，弟弟可以溜滑梯了，你看这边有好多宝宝在溜滑梯哦。上面那个开的好酷哦。你要去吗？好，走吧走吧，我们去玩吧。好好，哥哥带你们最快，走，宝宝都来了，呼呼，走走，你看大家都要溜了，哎，好酷哦，这个溜滑梯有四层楼，哎，走，好凶哦，可以溜了吗？哇，弟弟好厉害哦！可以啊！哇，好厉害哦！这很厉害哦！有抱胸吗？好好，有抱胸。你溜的时候可以溜，你溜的时候可以拍那个溜。我可以拍，好。溜，咻，呼，好，换我。好。好，等一下，还有我哦。我好像只能躺着，我头太高了。对，稍微。好，稍微。怎么？再去。好。你们好厉害哦。好。好强哦。好强哦。你刚刚是不是又按到？对呀、啊，我来再一次。好，换你，换你。好，我超快，很快啊！我觉得我太胖了，所以比较快。很快，很快。哎呦，弟弟，你标准动作，宝宝有要溜吗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很快。咦，你在减肥转转转吗？你再转一次我看。诶，转，好厉害哦！他会自己，他要你转，咻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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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那为什么宝宝他会自己转？刚刚你跳上去的时候有一个动力啊，好，你再一次，嘿。刚上去的时候它有一个动力，现在是妈妈帮你转，呦呼，好，你再一次，嘿，呦呼，好厉害哦，走，哎呦天哪，走走走，这个我也要蹲，你也要蹲哦，好，我们去找透明管子，这个也是吗？这个也是啊，你看这个也是吗？哎，这个有一个管子，这有一个管子啊。好，你进去。我去另一边找你。这里很舒服。弟弟。需要我们。好。需要用这个网子。弟弟。Hello。走。来。走走。有透明的，透明的管子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弟弟这里好漂亮哦！你看前面那个坑，那个透。弟弟这里很漂亮哎，你好厉害哦！弟弟你好强哦！你好像仙女哦！仙女在空中。很像哎。带你走。好漂亮。好漂亮的仙女哦！好漂亮的仙女哦，好，我下次再上来哦，好，哇，好美丽的仙女，爸爸我上来了，这个房子超可爱的，弟弟你敢走吗？弟弟，弟弟嗨，好可爱哦，真的很可爱耶，弟弟，你不走过去哦。我走过去。好，你走过去，我去那边等你。好像可以走过去，我们一起去吧。
我们一起去。这里就是房子，好，我们走吧。这里可以拍别人。不用。他变成爬爬客的高手。爬爬客的高手。对。这个是爬爬客高手哦。哎，刚刚竟然从这里爬出来耶！婷婷，你去当比例尺。你看，毛毛刚刚从这里爬出来耶，很强吧？我超厉害的，超厉害，又是一个高难度。走，哟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爸爸应该颁奖给我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本列车是飞越精灵谷开放。飞越精灵谷开放了，这又是一个透明的，呜呜呼！我去拍你。走走走，我们去哪里拍？走，有我没有五十，走吧。我又来挑战自己了，天哪！要爬下去，我刚刚差点跌倒了。太酷了吧！太酷了吧，婷婷！我爹回去，哇，好酷哦！你这么高还要不要下去？从这里出来了，走。鳄鱼，鸭子。有鳄鱼哦，这边有鳄鱼，要走上面哦。我终于可以站直了，走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弟弟，你在练劈腿哦，好热哦。我不过直接从鳄鱼身上。走。高手高手。跳，直接飞过去。呜。耶，走。好，我要再等那个去那里，我要再走一次。好，你再去，我在这边等你啊。哦，那我再。好，你再走一次。好强哦 ，T T， 哦，哇，好强哦，哦，高手提，呜呼呜呼，哈哈，哦，成功，噔，噔噔，这个六岁以上就可以玩喽。大概120公分。我有帮你录哦。咦，你在迷宫吗？好可爱哦，你很高哦。好酷哦！你成功了耶！哎，你超高的哎，好可爱哦！哎，你们好可爱哦！你们在干嘛呀？巧巧，你走那个透明的很酷哎，你走那个透明的，透明的。你想跟他出马要走去那里，我就马上把他。也可以啊，他走去那边也可以绕一圈来找妈妈。你走那个透明的很酷哦，好 view 哦，很漂亮哦，好漂亮。很像仙女哦，好厉害哦！这边有回音哎，不要吧了，很酷哦，有回音哦，对呀，小强，你跟妈妈讲话再有回音。嗨，你好厉害哦。好啊，我去那边接你，你们去吧。
他叫我去那边接他们。小乔，你来啊！你们出来吧。蜘蛛人，嗨！小小好厉害哦 ，Kitty 也好厉害。那边又有一个透明的，好，我们去吧。那你不就是那个透明？走吧。你看，又有一个透明的哦。小乔，你敢踩吗？好厉害哦！你们脚脚长什么样子啊？哦，好酷哦！这样子下面的人就会看到我的脚。踩死！对，下面会看到你的脚脚，喂，也会看到我的脚脚。可以的。那边可以帮爸爸捶背哦。你说爸爸舒服吗？好，你先去。小乔在玩圈圈叉叉，哎，小乔你会吗？三个连成一线就赢了。好，小乔先。圈圈。然后你选，他不会玩。哎呦，小乔你快赢了吗？我要走了。哎呦，他放弃了。放弃了，还有点。台球池玩哟。丢丢可以丢丢哦。可以丢丢，丢丢，丢丢丢丢，看我的厉害，嘿，看我的厉害，嘿，太难了，嘿，好，嘿。乔乔，你在那边干嘛？哟呼！好啊，你玩那个，好啊，你去啊，走吧。要不要玩那个？玩哪个？好，猴子丢猴子，乔乔去丢丢，乔乔，乔乔。喜欢玩这一个，笑笑，好，我看你，哦，好浪漫哦，好浪漫，笑笑笑笑，好 enjoy 的脸哦，那你哪个脸？这个好好玩了啊，小乔，你这个呢？你这个呢？哦。球球，哎呦，球球飞上去哦，球球上去哦，呜，飞飞飞，哦哦哦哦哦，哦掉到这边，你们一直疯狂丢球球 ，TT 要溜了，好紧张哦，我不跑，哟呵，球球，换姐姐，你要过来，你要过来。你不要挡住姐姐的路哦！来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快下来了，姐姐下来了，呜呼！再一次好，你们跟哥哥上去，走吧，跟哥哥一起走哦。呜，开始悄悄，换TT嘞，TT，呜。
换巧巧变成小仓鼠了，巧巧，有没有像我们家的老鼠？好，换姐姐了吗？好，我数到十。好，数到十。好，走。弟弟，你好像哦，你很像小瓜哎。好，好，换你了吗？很像小瓜啊，很像我们家的小瓜，对不对？换巧巧，巧巧，好。都一样快啊，好可爱哦。他帮助你一起，哦，好可爱哦。